好，今天要准备抽天气节手游台服的剑，这个卡池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剑胆琴心，那是鹦鹉血跟诸葛爱。入府的时候是叫十里风华吧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究竟能不能少少的抽数带走两位呢？就让我们看下去。那希望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。少年学剑术，抽抽抽抽。看能不能两只吧。剑诀袋中，三个级，好像有点运气不太好哦。有没有仔细看得出来哦？剑诀袋中，出来一下袋中一下吧。这已经不是阿姆斯特朗炮了，雷。可怜呢、啊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啊，满堂花醉三千客啊！剑诀袋中，袋中一下吧！靠腰嘞，三千克！林老师嘞，完了啦！经济都已经提升了，这次好像很差哦，可怜啊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觉得好冷哦。好冷啊！我怎么觉得好冷？干超冷的！来，少爷剑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啊！画错了，算了，不重要了，画什么都不重要，都是显学，加了 4.5% 才中。一二三四五，五十抽中，可是这是加趴数之后，不要那边乌鸦嘴嘞！你们在那边雷，剑诀袋中，少爷的剑可不是浪得虚名的，哦吼，少爷的剑，少爷，哦，吓死人了！少爷，少爷的剑，叫少爷出手了，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送哪？我就跟你们说了，念口白还是有用的。好，继续。
第六十。这个没有。哎哎哎，战斗！Merry Christmas！ 会不会歪呢？感觉会歪、欸，会不会歪呢？第一二三四五七十抽，第七十抽。第七十啊！吾乃神阙宫斋女，特来助你解围。哎呀，哎，我怎么？哎呀，真讨人厌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七十抽诸葛艾，卢英。It's down. 结束了、欸，哎、欸，结束了、欸，结束，然后，现在帮观众抽。